起步区啊。咁啊，今场赛事莫雷拉咧都好识跑呢只马，咁啊一早咧就摆咗前啲嘅位置跑，咁啊而最主要嘅对手咧朋友仔出闸咧就唔系快，结果缩咗喺后边咧，只系跑翻一个第四，变相起步区咧又食正晒当日嘅形势啦，咁啊摆咗喺前啲嘅位置走啦，咁啊能够一出即胜抛离晒收姜赢咧，佢嘅表现相当厉害啊！